10年前，我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，创办一家国际，实现毕生梦想。10年来，我致力于打造这样一个平台，在这个平台上，可以令到那些有梦想的人，即使他们没有条件、没有经验和方法，但是在我们的帮助和支持下，他们可以实现梦想和人生价值，他们可以改变命运，拥有幸福人生。今天，在我们自己取得成功的同时，我们还要去帮助更多的伙伴实现梦想。但是这还不够，在我们有了一定的财富基础以后，我们要关心和支持慈善公益事业，我们要钱到、人到、心到，去帮助更多的人。我们要创建一个爱的家园，在这里可以为每一个心灵遮风挡雨，在这里我们要用爱照亮每一个人的明天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将爱的星火传递给更多的人，感召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爱心事业。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尊重。因为我们不仅要拥有幸福人生，我们还要活得有尊严。这就是我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梦想。他是一位造梦大师，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希望。他是一位圆梦大师，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。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培训大师，公众演讲和培训授课超过千场，受益者达数百万。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企业家，多年来热心慈善公益事业，并以实际行动扶危济困，回馈社会。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思想家，他集百家之长和亲身实践，将教练技术与直销文化完美结合，创建了顶尖的教育培训系统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行业精英，屡创奇迹，声名远播，被誉为行业的黄埔军校。他被誉为立功、立德、立言及一身的行业泰斗。2004年，他创办一家国际，实质打造圆梦平台，创建爱的家园，并愿意为之奉献一生。一家国际集团于2004年3月28日创立，在全球设有超过20家子公司，经营的业务涉及化妆品、珠宝、旅游、电子商务、投资、地产、金融管理、教育及高科技产品等领域。一家国际拥有自己的研发中心，包括萃取中心、实验检测中心和世界一流的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，经过多年的研发，创新出独特的曼尼肽链应用技术，开创了人类细胞衰减控制领域的新纪元。一家国际经过10年的稳健发展，拥有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口碑。一家国际多年来坚持以曼尼系列产品为核心，打造全球抗衰老第一品牌，并凭借抗衰老领域的巨大商机和无限潜力，打造最佳的个人创业平台，帮助更多的人实现梦想，成就精彩人生。2014年4月25日，一家国际集团被授予21世纪至尊企业大奖，曼尼系列产品获得21世纪至尊产品品质大奖。一家国际拥有简单高效的系统运作模式，卓越的领导团队，极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和顶尖的教育培训系统，打造最佳的个人创业平台，帮助更多人实现人生梦想。自企业成立伊始，一家国际一直热心慈善公益事业，并鼓励和带领事业伙伴积极参与，尤其对资助教育、消除贫困等公益活动格外关注和投入。近年来，郭炳廷先生带领合作伙伴捐资助学助教，捐赠金额超过1000万元，
他本人通过公益基金捐赠500万元用于灾区重建。2014年8月27日，一家国际在马来西亚投入100万令吉成立一家爱心基金，开创马来西亚行业先例。一家国际作为一家跨国的国际企业集团，始终为了打造圆梦平台、创建爱的家园的伟大愿景，与广大合作伙伴携手同心，共同发展，一起开创美好的明天。